小羊点心铺开饭喽！欢迎收听小羊点心铺。今天是星期四，我们今天要喝的是喜乐牛奶。神的话能使我们灵命长大，让我们一同来享用这段关于赞美的经文吧。今天的经文是在罗马书五章三到四节。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。亲爱的小朋友，快乐真的是很棒的感觉，但是我们好像没有办法一直快乐着，或者想要快乐就快乐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上帝是喜乐的泉源，他所要给我们的喜乐是源源不绝的，就算遇到问题挫折也阻挡不了他。在困难中，我们仍然可以因为他而欢喜快乐哦。让我们再一起来背诵这段经文吧。在罗马书五章三到四节，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。我们再读一次，在罗马书五章三到四节，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。你都记住了吗？让我们一起来用这段经文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你是喜乐的泉源，我要宣告在困难中也必因着你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从你而来的喜乐也就与我同在。哈利路亚，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